苦瓜怎么样？上一关卡接力直棒棒，蓝队发挥着他们吃货的本能，一下子把红队甩到了后头，冲到终点。究竟第二关卡蓝队是否能继续发挥本能得到第一，又或者是被红队追上呢？来啊，小萌妹，我们接下来的活动是什么？谁是老江湖？来啊！来什么？看谁是老江湖啊！来蔡权啊！我们先决定谁先攻谁先守吧。好啊 ，OK 啊。来啊来啊！蔡权啊！谁是老江湖？以蔡权决定右键攻守方，考验两队大腿肌耐力。游戏方式踩车轮制，以防守方剩下队员为界，仍是为获胜条件。所以蓝队先攻，先防守，反正到时候还是攻守互换啊。等输吧你们。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，直接开始游戏啊。OK 啊。Go。刚刚已经有路了，没有没有，是刚线。你不要动作怪怪的吧？啊，不行了。三二一，啊，开始了！妈的，你怎么讲那么大力？只能播吗？喜剧天王，你别闹了，还是赶紧认真吧，我都替观众捏一把冷汗了。你到底讲多大力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家伙要只有耍剑刀的意思哦。这家伙在笑得很贱哦，他应该要捆五十条，是不是？听声音吗？我听来点。好啦，威胁的眼神出来了。预备。是叫你们前面含情脉脉的，老坏，我看你还是回家跪算盘吧。我觉得我们这边会剃光头哎，不会，我觉得皮弟弟会守住那一分。来，三二一，只有神圣力量！哇！哎呦，我说这小燕呐，真不够人家，就别用魔音穿脑嘛，多都快炸了，真的开不了。哎，超炸的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我没有力气了啦！我让你五秒钟，我没有力了，只有五秒钟的时间。三二一，我真的没有力气了。好，开了，一二三，这太难！哇！这超级的！不行了！我跟你讲，我的脚真的没有力，超级。哎，你不能都缠同一圈啊，这样太贱了哦。哎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我腿哪有那么开啊，全开也没那么开，好不好？胶带缠完了啦。有没有撸起来啊？他这样犯规。让你五秒啊。预备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呀，不行嘞，太紧了啦。你腿。
很抽筋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边他很抽筋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用力。我刚才吓到，真的太紧，你知道？我知道我很紧啊。好，你真的很紧，五指宽，五指宽。不要因为上次公主抱就公然调情啊 ，PD Red， 这种事情私底下偷偷讲就好啦，顺便让我参一脚啊。我先把肩带拉起来。你要让我几秒？我不要让你、啊。不要这样啊！那我一下啊。不要，五秒了。我不要。耶！我靠，你怎么那么用力啊？啊！啊！啊！Red 公然作弊啊！不要因为前面是桃园金钟国就吓得逃跑了，回来呀！回呢？他打不开了。黏住，哎，结束了，太快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，太快，太快了。这边我们都知道你太快了，不过你这样公然承认，我肯要帮你加个分了。太快了，还是要重进。太快了，还要重进。好，你不要那么快。你说要让我30秒？3秒钟。30秒。3秒钟。30。3秒钟。30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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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努力！一、二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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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要跟着别人走？星星兔，星星兔，这不是拉梅兹呼吸法吗？想不到纸面你这么有研究啊，是因为了以后练习是不是啊？你也太帅了，我老公太怎么那么紧，我会打开你的美乐的，你干嘛那么紧，我不打开你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两个连 TT 打我都快受不了了，要那么紧我要怎么一点吃味都没有，好紧，终于来了。有没有？紧紧的。有没有？空洞不累。预备。你先不要这样吗？苏卡不能输啊！哎，苏卡，夹紧夹心肺，夹心肺。哪有人这样子扭的啦？没有，没，下面已经断了。最近为什么有女生会这样子打开我的双腿过？恭喜红队这次大获全胜！虽然蓝队桃园金钟国非常给力，但是其他蓝队队又不行啊！下一棒再接再厉吧！耶，活动结束了。刚才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有那个什么桃园金钟国？我操！不是被压倒了吗？我来作弊，我的没有，我的队友都帮我获胜啊！好了，马上抽点出来。好了，那三九跟一秒的，走走，对对对，最好直接站。来来，他们最喜欢大二了，来大老二，我们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没创意哦，我们就是没创意，我们就是喜欢学别人呐、啊，来来来来，小三啊，独树一格，比你们大，对，主要都比你们大，哦哦哦，扫描号，扫描号，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，Go。木桥在哪里啊？
刚我好像在讲废话哦。